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，不用你操心。我的终身大事。不像你，你以为像你送别人，你都别人不要，所以觉得我也送给别人就不要那样子想，因为那是你，那是你送给别人，你自己不要，就是你把你送给别人，人家不要，所以你就觉得所有的人就像都像你一样。一天天的，自己管好自己，不要再说话了。看他就行了呗，不喜欢就跑出去行了呗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真的不喜欢就跑出去就得了呗，还非得要在里面找个存在感，还发了一条信息，不累吗？打字的这一段时间不累吗？不喜欢就啪走了。妈，这个女的我不喜欢，不想看到她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还非得要在里面骂我两句，你心里面才过得去，是不是晚上才睡得着？是不是？一点都不累啊！那好，你实际的当，你能骂多少你随便骂，哎，我是无所谓的。你要骂不到我心里面去，反正你们骂的就不了就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，哼，因为我不是那样。大朋友晚上好，你知道他们两个在哪是吧？我也知道他们在哪。嘴巴好毒，我不毒呀，我本来就这样子的，被逼出来的。因为我不说话，他们觉得我好欺负，知道吗？我又不是个哑巴，对不对？我该说的话我要说，我不可能，我这个人我不希望人家要骂我，但我能，除非我要骂他。但是有些我不骂的，那说明你的话对我来说一点意思、打击力都没有，所以懒得理你。感谢洋葱面的加入粉丝的，还有烟狼送的爱心，嫉妒你感谢烟狼送的啤酒，谢谢。大漂亮，你这样的女人没人要你的，你太火了。放心吧，自然有人要我的。从这里排到从这里排到北京去了，不用你担心这个我可以保证。我又不缺个胳膊，又不缺腿，又不缺个眼睛。你看这五官长得又多好看，反正比那个啃芒果好看100倍，反正比你们所有人都好看。我只能这么说，我很认认真真的。哼，我掏人家皮肤，那是我的本事，知道不？你们想偷，你们都偷不起呢。感谢烟狼送的爱心。他自夸，本来就个事实，知道不？就是事实摆在你们面前的，你们能看，长着眼睛也心里面清楚的很，他们都知道的，什么是真不，是不是事实？大漂亮，我爱死你！对，感谢8888送来的爱心。你比可，他凶起来的时候，你们不知道他是那种闷骚，然后闷的那种，就是那种闷气、生闷气，那生闷气那种很容易得病的。我跟你说，有什么话现在就这样子说出去，好吧？我又不会那种，我不会委屈自己的，知道不？我不管你们是谁，你们骂我，我不会觉得啊，你们是我的粉丝还是怎么的，你们骂我，我就不会骂你们那样子，我不会，我就什么就什么，我就怼回去。我不可能会说，好的，哥哥姐姐们，我就听你们的，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你们，以后我要改，哼，no，那是不可能。如果我是那样说的话，那不是我大漂亮了，那不是我了，知道不？真的是，好吃懒做，我吃你了吗？还是喝你的啦？你就这么说我，我又没吃你的，又没喝你的，我吃我喝的，我都是我自家的，我凭本事吃，凭本事喝，对不对？你们想我这样子，你们还反而弄不了呢，真的是，我有那个资本，就是有那个的背景什么，我可以好吃懒做，自然会有放到我的嘴巴里面来，不像你们每天都要死要命的在那里干活。哼，是不是羡慕嫉妒恨，然后才说我？这叫资本，我有那个实力，没办法，实力不允许我这么低调，低调不了，知道不？哼，搞笑得很。千万不要把你们气了，气死了，我气死了就不好了，不要吐血啊。
吐血了就不好了啊，注意安全哟，不要千万被我气到了呀，被我气到去医院就不好了啊，消消气消消气，这样才是最棒。对啊，我蜜好，我也觉得我蜜可好了，哎，谁见我这么好呢？我本来就很潇洒，感谢送来的品酒啊，品酒，谢谢。哈哈哈，我喜欢你的性格，真的，对我性格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我又不能可能装的那是楚楚可怜，然后我也不会弄那种啊，然后我本来我心情就不好了，我还要去迎合着你们啊，怎么样，就那种把自己就受委屈，那是我是做不了的，我是那种是做不了的，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你喜欢就行，不喜欢我也无所谓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做我自己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你何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去做呢？对不对？你想怎样就怎样，你好做好自己，这是自己，而不是让你生来一生下来让你委曲求全，受欺负什么受什么那些不可以。但偏重要上脸不要老实点，难道我欺负他了吗？哦，我平时我对他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就看到我不好的一面，然后你们就这样子说，平时我好的时候呢，难道有时候你们不凶吗？然后你们说有时候不生气吗？啊，难道你们一直都是很慈善的心啊？我才不信呢，你们慈善来，你们就给我一分钱呀，你给我啊，你们心好，你们好，来，你们平时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看到那些乞丐，你们会给他钱不？还在这里叫我做事，把自己弄好了再叫我做事啊。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哼，自己的亲身略。小狗同姐姐郑老公，哼，什么郑老公？那个你们眼睛不知道你们是长到哪里去了？咪咪，他是先喜欢我的，结果他那个心机女那种啊，假装你们没有看到电视剧里面吗？那个心机女他们都很会装的，装的楚楚可怜，然后很会抓住男主的心，然后女主是大大咧咧的。明明什么好的事情都是女主弄的，结果他以为都是那个心机女弄的。难道没看到过吗？我就看你就是那样的人。哦，你说我就是那样的人，就是那样的人呗。这次我也管不了你，因为嘴长到你的嘴巴上。因为你看手指，每个手指都不能拉一模一样长，所以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你们说想说什么，你们就说吧，反正我也管不了。你们开心就好，可以好吗 ？OK， 开心就好。我什么胡说八道，明明就是这个样子，搞笑的很。我本来就漂亮，我只是那种性格有点，有时候就很凶一样。但是我不凶的时候他们谁都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只知道啊，难道我脑子缺个鸡了还是怎么的，你们一直说我每天都天天都是这样子对他凶还是怎么的。我肯定我也有时候好的是一面呀，我好的时候他们就没看，你们就没看到啊，你们只看到我不好的一面。大朋友真的是因为不凶不行，他那个人太装了，不然我也不想凶他呀，对不对？毕竟是个妹妹嘛，谁会想去骂他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为他好，但是有时候我就忍无可忍，没办法，我就这样子。因为我没有喊到一面啊，难道你们啊，有人坏人天天坏到晚上吗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有时候坏，有时候好。那你意思是你每天都你心地善良，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不凶，你就每天楚楚可怜那种那样子是吧？
你姓才黑那个人，你姓黑，不是我黑，你黑。对，我本来就这么好，你很好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你看那些喜欢我爱我的人，他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都懂我，他们都什么都懂，他们脑子比你们聪明多了。有些人那个死脑子死脑筋什么都不懂，开始在那里喷，就是找存在感。